花影视影这人气不得了啊。六日晚间，韩剧大军描绘爱情在首尔举行杀青庆功宴，主演们全都到场，现场十分热闹。登场，热情的粉丝就献上礼物，收到礼物的他这笑容可是藏也藏不住的啊。最后登场的陈世妍甜美的笑容虏获了现场所有人的心呢。